我这边来呢，我留在这里有三分呢。屁呀、啊！你就全部拉到前面去拿五分呢，再加一分，超赚的。只是我会拿三分而已啊。等一下，我这个奶奶下去的话，这边是不是带走了？你现在这个奶奶下去，你就跟他讲啦，吸走，然后他就拿不到五分了。然后你这边还有一张红色会递补上去，你会拿五分。哎，对哦，反正不要让他得蠢哦、啊。可是我最后还是六分啊。讲啊，哦，没有跟他讲，我这边六分，我补进去，我还是六分呢、啊。屁呀、啊！你当爷爷不存在哦。啊，爷爷不是我的啊。啊，爷爷是我的啊，因为是爷爷是我的，所以你第三个是五分啊。哎，我这样是八分，再加一分九分。对啊。好，插进去了，把那个给我。你都跟阿贵讲，我少五分了。我刚就跟阿贵讲，害我少了五分，好爽哦！你干嘛每次跟他提醒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最后一轮直接少七分，直接被我们合体技了。最后一轮那个随便出一出，直接少七分，合体技直接爆掉，就全部算总分的，哦，就是这样子，直接算总分，哎、欸，直接算总分。那我是三加五八九，九分。好，阿贵是，等一下我再算一下啊、哦，他是红色的。我是六分加八分也是九分，九分。阿伟，我这里还有一个三个奶奶，你的是二加二加二六分，我最低分，有两个九分，我最低。哎、欸，你本来是三分的要求哦、欸。对啊，阿伟说好爽哦，那都是你跟那个阿贵讲，阿伟那个他分数小半天不知道那个想什么啊。我在想我那个奶奶出在那边的问题啊，想完明明就是出完明明就超有力。第二部电梯，他手牌六对吧？没有、啊、重启啦、啊。剩的一张手牌的东西，对啊，全部重启了。好扁，我要想说保留小女孩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是八分嘛？你刚才不是有个那个对到？哦，因为我没有算，我是听你算的。开牌，哦，超强！哇，好多红色哦！阿贵干先得分了，赚三分七分。哎、欸，你起手回合就七分了，好爽哦！然后等一下分数会慢慢降。啊干，为什么要拿到迷路小女孩啊？好烦哦！迷路小女孩都是拿来害自己用的。哇，好危险的手牌啊！哎、欸，刚才分数最高继续嘛，是怎样啊？你最低啊，你先。我先嘛，好，来符合这个爸爸的，好，结束。分球，错，我马上杀对。哇，分数越来越高，三分变四分，然、啊、后就变零分了，挤出去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阿贵这个是八分乘以二。哦，为什么会这么高？那零头线哪里的？对啊，赶快先把阿龟拉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就有了。好了，先生插老奶奶队。哇，我现在十二分。为什么那么高？等一下就被卡到后面去了。好，我要排这个爆分的，爆分。好，嗯，只有两张手牌，好难出哦。二选一啊，你有三个电梯可以选呢、欸。两张都很想保留，嗯。为什么？有张牌面就我的，你要保留干嘛？想一想就知道了。迷路小女孩，想把人家拉到后面去啊。可是如果是自己颜色的，拉到后面就害到自己啊。对啊，所以可是自己颜色自己捏着就不会害到自己了。是啊，自己是好处。防止别人害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讲很有道理的，所以我现在你绑架他，不然就把自己的随便出。这样就变成，刚刚变成，其实自己就只有一张牌可以出、欸。好惨哦。这个就是你那个在算那个标准差的时候 ，n 要减一。嗯，好啊，把你小女孩弄掉啊，反正现在蔡阿文比较不成威胁。你不成威胁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分数你自己算看，最高的是阿贵、欸。他现在分数最低了。看，他现在这个是。四加八嘛，十二，四十二分呢、欸？十二再加，十二再加三，你还不是一样十二分啊？敢讲？对嘛，这边混淆视听，你中天来的。好惨哦，好想怕死，怕出奇啊！这没有这个选项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打青蛙，好了，你出来了，好嗯，没有啊，这边出，反正两个分数完全都一样啊，这边出两个，出两边脑都一样。看我的小女孩，还是我出这里吧。你出这里，他这黏这里，他没差而已。哎，没什么差，就这样吧。我出这里，你再看一下怎么把它干掉。为什么是把它干掉？还没抽啦。哦，干急。我看一下萧爷爷到底要出来哪里？要不是萧爷呀？
哦，黄色是没有人的。色的。如果是存在说你不想让对方得分的话，这游戏就变得比较有点难度了。现在 YouTube 直播这一款的应该还不多吧？为什么 YouTube 要直播这款？完了，竟然是你！换我，三个全带走。哎，这样还有两个而已啊。有啊，三个。哦，好啊，带走啊。不对，这样我好像害到自己。赶快啦，你们带就带了啦，刷起哦。算了，带就带。哦，我直接全部外带。你好。去旁边喝咖啡。你啊？欸，我这次可以打很好玩的玩法。那有妈宝要出动了，妈宝在线。没想到就我这一张啊。啊，出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在我的。啊靠杯！全部都是 T U 塞白。我都我的，我跟你换。我害到我自己了。你不是说你要打出什么好玩的？好玩归好玩了，可是打完就输了。我这场只能打娱乐性质了。我现在分数超高哎、欸！现在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两个要来制衡他呢、欸。你不是蓝色吗？哎、欸、靠！哦，两张二十分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来制衡他呢。那你那个一月咖啡出去，这分数全部集中在肖祖伟身上了。屁呀、啊，这边也很高啊，这边两张十四分的。那是蔡耀文呢、啊？对啊，他两张都对到了，十四分的很高。像你自己打个身，打个那个喝咖啡，然后把自己那优势全部都不见了。我要反悔就被你们制止了。嗯，没有啊，再有我制止的。哎，其所无为，大丈夫。嗯，好麻烦哦。好，阿贵，等一下我帮你出一个好不好？算了，随便出了。阿贵，等一下我帮你，当作是我刚才制止你的那个小小弥补。我们现在要来制衡肖志伟了。你先制衡肖志伟，我先帮你加分了。帮你的小女孩加分，哇，你不错呢、欸，三分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再想要怎么制衡肖志伟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要好好摆呢，那个是我的家族呢，然后来帮蔡文加分哦，你要帮我加分哦，哎呦，感激不尽，来帮你加分，好，我来帮肖志伟加分，你们说要制衡他，还帮他加分？没有，帮他把老奶奶往后挤。不行的，只帮萧寒吉，这个不要拿太多分而已，摆在最后面。好，分我攻哎，你要练攻，练攻，排队排最后。嗯，稍微增添一点变数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前面还是后面呢？那边稍微差了点。你要害萧志伟还是害蔡耀文呢、啊？看你怎样对你最有利啊！哇，剩下两张都我的，好好哦。嗯，哎、欸，只剩最后一次出牌机会，好烦。最后一次吗？他等下抽剩一张、啊，他等下抽完之后就整个出一张。阿贵可以抽两，还可以出两张，主导权在他身上。阿贵，你要好好思考啊！我在想要陷害蔡耀文还是陷害你？你可以出两张，那你就一次陷害我，一次陷害肖志伟，这样最公平。我可以出两张哦。对啊，你是唯一可以出两张的，我跟肖志伟只能出一张。不对啊，出两张对我没好处啊。你还剩下两张出牌机会，在这里啊，这里还有一张会补手牌。为什么出两张没好处？哎、欸，有好处、哦。他现在主导权。对啊，我们的分数怎样都是决定在你手上。对啊，有好处哦，有好处。突然发现有好处。现在猜我很爽哎、欸，占了四分、五分、四分、五分。好吧，我决定不。肖志伟更爽，这些全部都乘以二。我不看现在没有，这样就被挤出去了。哦，对，那只能搭三个人，根本就只有两个分数而已、啊。虽然说两个分数蛮高的，十六分。算了，我还是先赚我的分数啊，因为这样是对我自己比较有利的。反正你可以动两步啊，没啥、啊。这一个进去的话，我插在他前面。啊，这张是谁？你的，你的。哦，那妈宝分数超高哎！啊，你最后出牌。哦，而且那妈宝很安全哎，不会喝咖啡。已经确定不会喝咖啡。哦，因为这样啊。对啊。好，我等一下发动一张奇迹之卡了。
他现在分数超高，他现在分数超高。对啊，八分、六分、四分，但是18哎。啊，在前面。21。第二局分数是超高哎。对啊。他第一局更不算什么。第一局还好，暖身而已啊。啊，只动一次哦。两张都想出哦。这个很吃前面牌的东西，你前面怎么牌，就决定后面的命。爷爷喝咖啡。啊，你表爷爷。好，换小组哎。想一下哦。我的分数决定在你们手上。你要出的话，就分数平均一点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对啊。我接下来这张牌一定不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了。只为你加分，就是。太高了啦，我在想说，我两个出牌机会的话，想一下哦。一个是让他扣四分，一个是让你扣五分。他要闻的大变色是六分，大变色，好惨哦，16，哎，选胜的大变色，哎，对，肖志伟现在只有这边有靠边，他要闻超级高啊，他要闻，好、哦，他这个尖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三个，这么多乘以二，怎么那么多？一二三四，你都比他还大。拜托，这样加起来13、26、30分哎！干他那么高哦，那你害我啊！看这边把我挤下去啊！是哦，啊这边啊，他可以把我这边挤下去。不行啊，30分太高了，我还是害在稳啊！那你多少看一下？你三分就算48分，你刚刚不是算21了？对啊，这个六分、10分、13、21啊！对啊，还有这样，那把在稳拿下。哦，一直拉个五分而已。彩文好惨哦，每次都被捞掉。小女孩抓去收金了，好、啊、换我。最后小女孩开趴。哇，彩文又少五分，为什么全部都针对我？你还说不会害到我？靠边哎、欸！我二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女孩开趴。小女孩开趴之前，这个要拉到后面去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因为他会触发，先触发小女孩效果。会会会。对吧？然后再往前。这么坏哦。但还是有分数啦，这样猜我还是有多赚一分，那你还是自己让自己扣分了一点点，然后算分数吧。哦，他的48、8分，然后再加上12、12，再加上他的是22，我22，23。我本来哦，我应该没变了。4+3，哎，不对，我那边有变。14、17。20，他刚才自己扣一分。为什么会扣一分？因为你自己把这个拉到后面。你自己要害我的啊！你自己把他拉到后面去，让他从上面变四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就这个而已啊。我还以为不会害到你。我16。你害我分数扣超多了，好不好？我如果出这张，我会害自己害更惨，所以我只能这样了。屁啦！出那张全部拉到后面去，分数超高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后面比较高啊，他就不会把这个拉到后面去了，越后面越高、啊。你自己看分数，第一名三分，第二个三分，第三个四分，第四个五分。刚才我们还原一下，这边不是还有一张蓝色的？你已经拉走了，好不好？那、欸啊、你几分？小女孩拉走了。你算完几分？16。现在小组的最后。对啊。好，再来一次，第三个电梯。就看到那个。啊、不对，我17，我要加一分。啊，那个阿贵也是加一分，那个一加一组的忘记加了。哇、啊，现在猜我领先呢。第一名了，为什么？第一名，我们不是都很努力的害他了？哎、欸，阿贵，你30分呢？那才有累积多少？我是比高一分而已啊。是哦，我26。哦，现在他最低，我们7.2，对啊，我们只差一分而已。你是说你要再把他害更惨？对，马太效应啊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会联合起来害你。好惨哦！我现在就是柯文哲、啊，谁当家？谁当家？联合另外一个去害他？我觉得这很运气，很运气啊！对啊，因为手牌不保留。啊！你现在打鬼啊？那、啊、你一不小心就会全盘皆失的。你如果那个手牌那个算三张的话，然后最后那个……哎、啊，一开始那个自己的颜色要先拿两个，自己颜色先拿两个，你就随便啊，红色你的嘛，你就拿最上面两个红色，我就拿最上面两个蓝色，然后给他两个大变色，大变色，然后再洗一洗，然后这边洗一洗，然后这边电梯先排一个人。那、啊、我阿公搭不到另外一步了，阿公搭不到波纳斯。OK 的，那我分数最低，我觉得好。阿公插队哦，好好，你有阿公，对啊，哦，好多蓝色、哦，哇，场上没有阿嬤，我怎么办？小女孩，好了，顺其自然了，反正这样你也动不了。你抽了没？我还没。阿嬤插队哦，两阿嬤哦，再来，换你，
我抽到阿贵的王牌喽！哥，你抽到小，你抽到那个小女孩啊？对啊，你刚才害我，你死定了！看，报应小女孩，对哦，报应不爽。阿公已经确定不会死了。妈宝再插一次，摔妈宝，我拿妈一直往后退，哎、欸，分数越高了。我等一下要把爸爸全部拉去喝咖啡。这里有三个爸爸，我这个阿妈已经被两个爸爸插队了。对，爸爸，好吵哦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很爽了，你现在爽屁呀、啊！你现在十呢？你本来是八呢，我帮你加分，你知道吗？大面小女孩出来。我想起来，这已经不是排列组合，这是混沌数学。混沌数学是什么？就是混沌理论，对吧、啊？就是要用电脑来算的，用人脑算不出来。搭个电梯还要电脑来算呢？阿公都出现在场上了。对、啊，他刚才那一台电梯过来，已经没有，已经确定不会喝咖啡了。阿公喝不了，现在爸爸喝咖啡继续超工。对啊，因为这样都没出来，惊死！可怜啊，危害到人，把他往前拉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是帮到你。这个黄色没有人啊，是表安吉哦。我帮你往前推啊。哦，红色是谁啊？我啊。你先把你拉住后面再说。靠，三个小女孩了。那、啊、你要把她拉出去啊？三个小女孩，真的，三个小女孩，去，哇，这样你还七分呢，哇靠，无形中自己帮到我哈，十四分，别急，自己帮我，那没差，很容易挤出去，对啊，现在笑得太早啊，现在场上都还没有小男孩，哎呀，小男孩都捏在手上，场上也没有妈妈，这场是怎样？拇指很强哎，拇指 combo。现在小女孩也拉不出去了，随便出了。那个下次设定看手牌三张，然后那个结束的那一轮之后，可以再互各出两张，那应该断率性更高。之后再改吧。又是肖志伟的牌，都被抽走了，靠不了。我最后一张了。哎，爸爸喝咖啡喽。靠，果然，好、哦，换萧寒吉。爸爸去喝咖啡了，这什么世界了？我没有爸爸可以插队了，靠没有爸爸可以插队。对啊，我不知道我来干嘛的。哎、欸，我的爸爸没出来。我的爸爸被你收走了，可恶！一二三四，出不去。你这次抽拆我的牌是不是？我的牌你也不会出好一点，出在那个鸟位置，就是要把对方的鸟位置哦。对啊，换我了。我两张都是肖志伟牌，不管怎样都会帮到他。不会啊，出在鸟位置就好了。好，所谓的鸟位置就是。妈妈会被谁插？爸爸吗？小女孩啦。妈妈呢？对啊，妈宝吧。小男孩啊。那现在场上小男孩也都没出呢。对啊，小男孩现在很少了，现在是稀有动物。好吧，两个妈妈。妈妈这边干嘛？说起了。那妈妈要去喝咖啡了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好惨哦。卡牌。欸、这好好玩哦，这比出乎意料的好玩。那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的。哦，你帮到他哎、欸！你帮个屁哎、啊欸！三个也没帮到、那个。那个位置是现在最烂的。塞捆，后面怎么玩都没差。对啊，塞捆。现在不想让别人得分，就全部放在这里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你很符合现实道理啊！你只要能够搭到电梯的就好了，你就直接上去，你后面都还是得排队。对啊，而且这是末日电梯，你搭上你就存活下来，后面没搭上你就死掉。哦，好惨哦！塞太惨，这个可不可以再不要再放了？这放的有够惨的。这个电梯，欸、我刚刚去哪？这是一楼啦，看到我的吗？要搭电梯。
就当作没看到。哦，可能顺序没差。好，混淆问题。那你啊，然后我了。好，插对喽。哦，那是你的那个哦。猜我的牌。等一下，一律飘后面。我在想说到底要放哪里比较好呢？好，然后等一下帮你啊，插这个位置。谁要帮我啊？我啊。不要。我有你的死牌呢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先赚分数好了。老老实实先赚分数。看我表能收出一张。然后老实实赚分数。哎，太可怕了！没有啊，这个突发就会那个，会爆番薯哎。为什么爆番薯？哎、欸，对的，喝咖啡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直接强制送鸡中饮喝咖啡，这样不太好呢。为什么不太好？你害到同事，害到我跟他，为什么不好？对啊，没有他现在是害到他，我们是一回事，他自己有没有加分是一回事，没有分数才是问题啊。因为他这样只有加一分啊，可是他如果安插进啊，这我们是扣八分呢，而且是两个人扣八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进来的话，他也加不到分数 啊现在他可以加一分啊，他加一，我们两个扣八。他刚刚那张是阿嬷嘛？阿嬷可以插谁？阿公啊，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放那边啊？那你可以放这边吧。哦，15分、20分，第三步电梯很激烈，20分感觉不太够哎。你要就是放这里啊，你这边你可以赚最多嘞。应该是我赚5分啊。对啊，放这里是你们扣8分啊。可能你放这里比较好。你要赚是你的分数啊。啊，不对啊，他这个还有一个7分，那我还是挡他好了。他放这里，然后阿贵减7分。哦，好惨哦。哦，这样分数超高哎。哪有啊？应该还是无法逆转。换你啊！换我。最后一张牌。好了，你这边还没有办法帮扣海妖小组尾啊？害不到了，你的真是。你完全害不到啊！那绅士已经死光光了。我放这里也害不到。然后小可以插小女孩是爷爷插不进来，爷爷已经全部出场了。我放这里。那阿嬷的话还插一张，阿嬷如果有阿嬷的话可以插进来，可是这样反而还让我赚。你还赚呢、欸？对啊，没意义。我放这边进来是哦，这样猜到我会大赚呢、欸，赚金鸡啊，哪里大赚？我这边进来的话，你绝对赚了。你看这边进去，你是不是？哦，好、啊，不错。对，可是这个抱歉，这是游戏，所以呢，就放这里好了。好惨哦。全部放塞牌区，塞牌区啊！这边都完全没放，没意义的，一直放，塞牌集中区啊！哎、欸，最后一张牌、欸，哦，我这也没什么意义啊。这是如果我目前分数是12分，这是我如果落后太多，然后看你们谁不爽的话，要看下去成全另外一个人。对啊，这完全没有意义啊！我有老哪一个这样会帮他消智尾，所以我就准备放啊，结束。嗯，结束了。你的话，人家放哪里会帮到我？没有吧、啊？这个、啊。你是做前面对吧？这样就帮到你啊，所以我就不放了。对啊，那就结束了。算来算自己的。嘛，4+8=12，猜我也不少分啊。2+8=19、20、16，追不上啊，我才20分而已。我也20分，那是你来。16+7=23吧。23，哪有那么多？有段错吗？16+7，16+7，哪来16+7？这边啊，八，八，四啊，12没了。然后这乘以二，乘以二，八，那就16没了。16啊，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不是那是黄色的、欸？啊，干色盲，你色盲。我看到这里红色，那就16，16，好惨，算总分，不行啊，输掉。哎、欸，我跟他平分，46，我跟他平分，你也46啊？对啊。啊、我几分？43啊，51。哇哇，你还是最后赢家嘛！加八，不行，现在全都把你打下来。哎、欸，是啊，你那么高啊？你那不是4+啊？你那边还有2组，还有2组啊，加2分。